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养生有约。那减肥、排毒、妇科病一直都很受到女性朋友们的关注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一石三用的方法，就是坚持去拍打我们的腹股沟。在拍打前，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，我们可以先拉筋，可以像我这样坐在一个垫子上，然后把脚底这样靠在一起，然后保持后背挺直的同时，手按住膝盖这里轻轻的下压，向地面靠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我们大腿内部，静止持续20秒，然后循环重复，3-5分钟后就可以站起来拍打腹股沟了。腹股沟在前外下腹部两侧的三角形区域，这里有深浅的淋巴群以及它隐蔽的生理构造，这里就很容易潮湿不透气，容易成为健康隐患。我们可以用手八字形的去拍打，逐渐加力，直到微微发热为止。拍打时会拍到两个穴位起到关键作用，一是气冲穴，可以改善月经不调、不孕、双脚冰凉；另一个是冲门穴，可以健脾胃、胖瘦都适用，辅助调节带下等妇科疾病。我们在拍打的时候不用寻求精确的穴位，只要拍打腹股沟这个区域就好了。每天坚持拍打2次，每次15分钟，配合后面的八缪穴效果还会更好。坚持每天拍打腹股沟可以帮助排毒，排出酸浊、浊气、浊水、浊便，有利于全身性减肥，对我们女性妇科疾病也很好。好啦，今天的方法你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吗？欢迎来关注、评论或转发收藏，拜拜。